我们这里正常工作，有十四时光余的通知去搞。你现在派乌鲁木齐的同志到十四来搞案子，是不是对我们不相信呢？看我们没人。刘局长，你这个态度就不对了。哎，有啥不对嘛？这个，咱们这同志情况比较熟，工作也安排下去了，大家都是有顺序在干着了。你现在突然要加一队不熟悉情况的同志，这个互相配合不好，不就把事搞乱了吗？要是能搞到一起呢，恐怕不那么容易吧。在一号案这个案子上，两个局都应该服从指挥，统一调动吧。不容易，也得这么做。你是这里的地主，应该先做出点姿态嘛。处长啊，这个姿态我可以做，但是心里想不通啊。哎，来了。哟，徐局长，我们来了，怎么不欢迎吗？欢迎欢迎。你们大老远的从那儿过来帮助我们破案，加强我们的侦查力量。哎呀，我怎么都不欢迎啊？啊。来，坐坐坐坐，好好好。与此同时，在九七系列枪案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访问调查组、物证调查组、重点线索查证组的工作以石户滩为重点，以北野镇及东府城镇为两翼，在石河子地区全面铺开。房不露脸，脸不露户，户不露人，人不露相，摸全摸透摸扎实。来来来，打饭了啊。哎呀，这石户滩也太小气了吧。虽说案子没破，但终究会破的嘛，就忍心拿这玩意儿招待弟兄们？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不能在这儿体现吧。现在啊，饮食上最讲究的就是粗粮和野菜，这种面蒸出来馒头很有营养价值，不给弟兄们吃给谁吃啊？得别瞎扯了，弟兄们从东古城到现在一个多月了，连换洗衣服都没带，你就忍心拿这玩意儿招待弟兄们？别说是感情问题，最起码是小气吧。啊，小气，石户滩派出所的人从来都不小气。如果你要是把案子线索挖出来，我请你那弟兄们吃烤肉。得，就你们这儿的烤肉。如果说你把线索查出来了，我请你到乌鲁木齐红松园吃烤全羊。得，别瞎许愿。刑侦工作干了十几年了，大小案子破了也不少，弟兄们谁看到你的烤全羊了？这把谁不兑现谁他妈孙子。就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能把你当孙子。你好歹也是人民警察啊。得得得，扯淡，你一个顶仨。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吃大鱼了？还吃大鱼呢。你谁呀？哎，昨天晚上在医院待了一晚上，孩子有病，家属又不在家，哎，爹娘的活都我一人顶着。过两天啊，我真要弄点大鱼补一补。我个屁、啊！快点吃啊！吃完饭各小组把这个摸底表填好，报到我那上去。调查访问工作顽强推进，尽管石户滩镇有五十多个村子，居住地十分分散，而收棉花的季节又增加了工作难度，但是他们在两天之内坚持把石户滩所有村子的情况兜了一遍，结果令人疑惑。在全镇近万名人员中，未兜出符合条件的重点人员，访问调查组的工作陷入了困境。我们都睡了，有事明天再说。
这个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指示，现在我们这个模体排查模出来了89个，现在从这个8月19号和8月20号，现在已经这个现在排出来还有17个，这17个跟这个模拟画像对不上号，这个都是本地人，更不要说是北京人。那你们想一想嘛，这个工作细不细，有没有没查到的地方？根据这个指挥部的这个4不漏的规定啊，这个团长不漏连队，连队不漏动号，动号不漏户，户不漏人，基本上我们都摸完了。我这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没见到人，不过19号有人见过他们。那不等于是排除了吗？喂，我什么什么北京人啊，他们几个？3个人，2男1女啊，男的当中是本地人啊，知道了，不要惊动他们啊，尽快的把他们控制住，我马上就到。2号加油站这个反应，有3名可疑人员在他们那加过油，其中有一个与模拟画像的很像，说的是北京话。这个孙松明小组他们已经盯上他们了，带上武器，马上出发。情况怎么样？他们一共3个人。骑2辆摩托车沿着公路朝西走了。孙世华呢？孙世华跟踪他们，然后在这等你们。哎，情况怎么样？已经上东城方向跑了。对对，走，上车。刚才一辆摩托车进了杂货厂，一共3个人，2男1女，就是他们。打不打？站，把力量组起来。包围，站。净点事儿，对不起啊！啥时候开始说？现场不错。太对不起了啊！这个犯罪分子啊，手中有枪，穷凶极恶，他们在乌鲁木齐一次就杀死了7个无辜群众啊，让你们受委屈了。没关系，解释清楚了，大家也就原谅了，互相原谅了，是吧？小张，我们是不是找得太像杀人犯了？希望不要影响你们探生意啊！我倒没什么，对咱们本地情况比较了解，只是让我的北京朋友虚惊了一场。好好，多谅解，多抱歉、啊。没关系，没关系，田局长，你们也是为了抓坏人，保护老百姓嘛。这一偶然事件，再次错过了案情深入的机会。虽然关天明家中来过1男1女2名北京人已列入排查的名单，因有人反映其8月19、20日未离开本地而被排除。这无疑推延了此案的侦破时间。乔站长，然而与此同时，物证调查组的工作却再次取得了重大进展。哎，让了，同志。嗯，我们这有一个条子，你给看一看。好，这什么条子？就说你看，这应该是新疆白鱼。34年的是桥，应该不会错的。咱们北京什么地方用树苗啊？
我们中心苗圃地有这样一片白玉。你们看，这根枝条跟我们这个苗圃地的枝条基本相似。它的长相、年龄基本接近。那这个杆子会不会就是这片林子里的呢？这就不好说了，但是呢，有这个可能。这片林子有多大？大概100多亩吧。天快黑了，看不见了，咱明天再找吧。行，就在这儿做个记号，明天咱们接着找。韩科长，你的认真劲儿真让我服了。嘿，小伙子，这么大的案子，一辈子你也不一定碰上一次，你还有功夫说怪话？好，明天我一句怪话也不说。韩科长，你们过来看是不是那一颗？找到了，韩科长，你说的真对呀，还真在这片林子里头。报告县长，周围赶快搜索一下。那韩科长，你看，这喝过的矿泉水瓶和两个火腿肠的这个吃过的火腿肠条，韩科长，快！这个人还发现一个撬杠。这。各单位领导同志都到了，今天上午。我们侦探。你把先说的又不一样，要跟总长加强领导，一个人通商发布的1997年9月2日上午，兵团副司令、政法委书记王汉如召开的兵团系统部署97系列枪案调查工作会议，自治区公安厅陆怀江副厅长出席会议。下午，陆怀江副厅长依照公安部主管部长的指示，与余春阳一起来到石河子亲临指挥。这个撬杠压索的宽度和起火现场那个铁皮门上撬痕的宽度呢相同，而且呢痕迹呢是一致。上面的红色附着物，这个我们化验了，是红色油漆，它成分呢和这个铁皮门上油漆成分呢是相同的，是一致。这个撬杠啊，可以认定就是犯罪分子啊用来撬门用的这个撬压工具。哎，这可是条不小的收获啊。发现这个撬杠啊和这个断肢的地点呢是在现场以东大约600米，苗圃地嘛，两侧离公路啊，大概都是300米。推测嘛，这个地方应该是犯罪分子作案前和作案后嘛潜伏的地方。那钓鱼竿的其他情况呢？啊，这样。鱼钩嘛是上黑沟，产地是广东汕头，生产厂家是伽马卡兹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由乌鲁木齐四方贸易公司代销的。鱼线是华强牌的，产地嘛是北京，
是0.35毫米的强力线，适合这个渔具商店的这个销售。钓线捆绑方式嘛，它是这个咱们叫外捆式，啊，就是一般的这个钓鱼队他们常用的一种这个捆绑方式。这个撬杠在打制方式上有没有什么特点？是普通锤子打制的，还是汽锤打制的？对啊，现在这样，撬杠看着呢打得挺粗糙，但是从断痕上看，它痕迹呢，有些间距有将近很相似，所以说嘛，可以认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撬杠是汽锤打的，不是手工锤打的。嗯，这一点很重要。我看有必要组织力量，对重点地区有汽锤的地方进行补偿，想办法找到打撬杠的人。好。哎，陆厅长，我把我们摩派调查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现在我们的重点呢，在石湖滩区。石湖滩镇呢，现在正是职工大忙季节，他们市面化的职工啊，在地里吃饭也在地里，回家很晚，让我们调查呢就遇到困难。我们现在把力量调整一下，要我们的民警到地里去跟市面化的这个农工边干。下午4:30，在刑警大队办公室召开案情分析会。此时距8月27日公安部并案会结束已有6天，距北京党的14届七中全会开幕仅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时间已相当紧迫。而专案工作除物证组有新的发现外，其余各组均裹足不前。杜卫国组请二位冯鞋匠反复回忆，二人均没有在其他场合再见过冯包人。杜卫国带领小鞋匠查看派出所户籍卡照片及两劳释放人员照片，未辨认出冯包人。杜卫国依照小鞋匠与冯包人谈话提及的人名的线索找到本人谈话，并出示模拟画像，均未能认出相似人员。看你这满头的汗呐！嗨，不都是让两个坏孙子整的吗？哎，杜队长，嗯，你是上面下来的，透露这样高新机密，案子有线索没有？正查着呢。哎，老杨，你有线索吗？我这也摸了不少。哎，杜队长，这作案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俩男的。啊，这我知道。一高一矮，矮的是当地的，高个的是北京人。北京人。我摸了那一片有一个北京人，他叫白三，和我们这一个叫关天明的玩得不错，一高一矮都是男的。这个北京人你们调查过吗？哎，别看我们这偏僻，我们工作可从来不马虎，我们向北京发过函，可是没有回函。哦，那这两人个有多高呢？北京人1.8米左右，关天明1.7米。有这么高？绝对没错，我和他们认识，我和北京人还握过手，他的个子比我高。那你有多高？我1.78米。这么说这个人有1.8米？差不多。你肯定没记错。看你说的，这次摸拍我那一片摸出好几百人，个个我记得清清楚楚，绝对没错。那身高就对不上号了，这个人应该是1.72米，还差8公分呢。哎，昨天我听说你找人在辨认画像，画的像不像？让我看看行不行？哎呀，现在你们排查也忙，你继续去忙你的。再说画像我没带身上，该有机会我一定给你看。哎，这老乡净撒谎，刚才他还跟我说他看了画像了。现在的人咋这样的，净说谎话。杜队长，啊，有空到我家坐坐，我不打扰了。好，再见啊！再见，好，再见啊！好，冯队长，兵团的动员会我参加了，会开得很有力度，
王副司令员是下了决心的了。文凡，他这一下决心，我们事儿就好办多了，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平潭党委啊，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的，因为这是全国一号大案。嗯，王汉仁副司令员呢，要求我们把这个案子当作一起政治任务来抓。那当前呢，我们还一手抓棉花的丰收，一手要抓此案的侦破。嗯，我们和奎屯、昌吉三个地区啊，领导在一块碰了头，大家也明确的表态，要把这个案子要抓下去。说当场呢，我们也斗了一下情况。嗯，讨论会我没参加，我来拾盒子了。咱们这些领导同志啊，都是些消息灵通人士。怎么样，有没有有价值的线索？哦，有这么一点事儿，就我们拾盒子啊，与会人员在拾盒子乌鲁木齐大厦开会讨论的时候，拾盒子武警支队的叶子队长反映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这有个北京调犯，刑满释放以后回北京了，他又回来以后问一个武警战士呢要子弹，这个武警战士就问他要子弹干什么，他就说回北京打野猪，他北京野猪很多，这北京哪有野猪啊？所以战士听了以后不对劲儿，这个子弹也没给他。5、6月份。向我们的武警战士要子弹，哎，有这么事儿，啊，再详细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如果要把这个情况搞清楚啊，派人找那个叶子队长把情况再核实一下。嗯，5、6月份，找我们的武警战士要子弹，马上调查这条线索，得派个得力的侦查员去，别弄个二把浪旗的。我看让周宝龙去吧。行，我看这样比较稳妥，那我就亲自安排周宝龙去查一下。镇上汽车已经修到了，离维修站呢200多下，咱们走了不到70下，还有2/3的机会。谁呀？我。哦，你找谁？叶子队长大江啊。哦，他不在。你们是？我们是公安局的。哦，叔叔请进。哎，不进了。哦。你爸啥时候走的？哦，他今天一大早走的。没留下电话吗？哦，没有，他的事情从来不跟我们讲。那他啥时候回来了？嗯，这个说不定，嗯，2、3天或者4、5天吧。赖局长，嗯，田队长，这些年刑安监狱北京调犯材料都在这里。赖局长，请协助做一下犯罪工作，把这组织一下，把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还有这无名尸体照片辨认一下。行，你把它去。哎，麦科长，白宝三这个人怎么样？这上面写着他扬言出去要杀人。这个人呀，对这个枪击判决呢始终不满，在监狱里呢还散布一些言论。这么说，他在监狱里也不老实。前期还好一些，后来还见过刑，后来在当了自由犯，在这个监狱放牛期间。发生了两件事，与他一块儿放牛的两名北京调犯
前后被失踪。我们始终怀疑是这两个人是被他杀害。监狱有人可调查他四个多月，但是始终没找到是不是。这个人是去年三月份释放的。嗯，材料上都有。好像是北京石景山老家。家在石景山。嗯，白宝山这人很重要。哎，麦长，他身高有多高？大概是，最起码有1.8米左右，好像还高一点。身高不符。犯罪条件上的犯罪嫌疑人是1.74米，相差也太悬殊了。专家们依据科学定势及徐水现场遗留的足迹做出的犯罪嫌疑人身高的推断，再次妨碍了一线侦查员的判断力。这是个科学的误区，这只能说明侦查工作本身的复杂性。责备科学没有道理，责备侦查员同样没有道理。尽管如此，白宝山曾扬言杀人，他的释放日以及他北京石景山老家这三条仍在田玉刚脑海里留下了较深的印象。9月3日晚，陆怀江厅长、公安部五局余春阳处长针对部分指挥员产生的急躁情绪，召开了97系列枪案指挥员案情研讨会，旨在让大家重新捋一下思路，换换脑筋，不带框框地重新估价一下指挥部对案情的基本判断有无偏差。陆怀江希望以退一步进两步的方式，重新把各级指挥员的工作热情鼓动起来。今天把各路指挥员都召集来，咱们不谈具体工作，主要想探讨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嘛，要看看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还在石河的地区，他应该具备几个条件。第二，我们关于食物摊要出情况这个判断依据充分不充分。第三嘛，就是大家看看我们目前确定这个侦查方案还有什么缺陷没有。我认为啊，并案没有问题，有枪弹物证做基础，犯罪分子在北京1:6，在徐水1:3，与这个边疆宾馆案连续杀死7人，作案手段残忍，如出一辙。那么什么样的北京人啊会熟悉我们这里呢？我认为啊，他是在我们这服过刑，这个犯罪分子他有在北京作案的时间，也有在石河子作案的时间。我认为啊，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刑满回北京以后啊，又返回到新疆来作案。我想我们这个判断呢，还是毫不情理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查不出线索来呢？这个问题啊，我是反复思考，有时间想的晚上睡不着觉。我考虑会不会是我们工作有什么大的疏漏，或者是犯罪分子做了什么手脚，这个结论还不好下。摩斯湾这个地方不大，按照我们所掌握的情况，6、7、8月他们在石河子垦区活动，要吃要住要喝，在群众当中应该有所反应。所有的证据，特别是枪弹证据，都反映他们应该隐藏在
石虎潭附近。石虎潭不出情况，出乎意料。这当中应该有需要我们解释的东西。怎么解释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一个次要判断出了问题？摸排条件是专家组制定的，是专家们认证过的东西。我没怀疑，是经过专家认证过的，而且是千锤百炼的。我说的是我个人意见，这些条件是不是存在着偏差，或者一线侦查员对摸排条件理解存在着偏差，是犯罪分子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过去。我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我同意周宝龙的意见，我认为我们对案件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第一，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他们应该很早就认识。怎么认识的呢？很可能是狱友。第二，他们把地点选在石河子，就是因为他们对石河子地区熟悉程度要比其他地方高。第三，犯罪分子带枪在石河子地区生活了三个多月，他们不可能住旅馆，就应该有一个固定的落脚点。第四，这个落脚点应该是石河子的人提供给北京人的，可是为什么查不清情况呢？我觉得关键还是落脚点的具体位置。我们已经把这范围缩小到石虎滩一带，可是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呢？侯处长是不是认为这个范围应该扩大到泉水地？如果石虎滩摸不到情况，我觉得有这个必要。这个必要。大家的发言我认真听了，我觉得我们大家对案前的基本估计，我觉得还是一致的。把重点放在石河子地区，这一点上没有丝毫的动摇。这个认识啊，不仅有多起案件为我们提供的客观基础，同时也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线索上不来，问题出在哪儿啊？我看咱们得立足多方面找问题，找原因。当然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了，现在撬杠的线索在深入，跟武警要子弹的线索也在推进，四大监狱北京调换的情况正在陆续反馈给北京。当然这有个过程，我想大家都会理解。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呢，就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扎实，一定要细致。乌鲁木齐抢银行案，我们的侦查员三次深入到犯罪分子的住所，头两次都没发现问题，最后一次把他的狐狸尾巴给抓出来了。这说明什么？说该做的工作不要怕重复，做工作必须扎实，必须细致，必须深入。摸排条件我看不是绝对的，摸排条件和摸排范围都可以做局部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必须要有充分的根据。我看大家还是信心十足的吧，案子大，对我们有利。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啊，哈哈哈。我看不论哪一条线索取得突破，都可以把犯罪分子揪出来。这个案子啊，
别看现在没有多大动静，我倒觉得是好事情。这说明啊，我们一线侦查员比较慎重，不浮躁，没有那么多真假线索满天飞嘛。相反，我倒觉得突破已经为时不远了。我提醒诸位啊，你们要珍惜手中的机会，我们是等着的，看看呢、啊，这个突破口从你们哪一路人马当中产生出来。这次会议很成功，陆怀江厅长的乐观态度极大地鼓舞了各级指挥员，他像一个加油站，随着指挥员们破案信心的增强，工作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师傅，师傅，有什么事吗？我们是公安局的，麻烦你，你看看这撬杠是你打的吗？哎呀，我打的太多了，一时也记不起来。哎，师傅，你得好好想一想，今年七月份以前有两个人，一个个高的，一个个矮的，啊，他们俩骑摩托车来的，你得看看。好像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好像还不是本地人，当时我记得给他们打了两根撬杠，有一根长一根短的。师傅，这两个人你认不认识？我不认识，他们是当时是马师傅领来的，六角钢也是马师傅替他们找的，说是打两根撬杠修拖拉机用的。哎，你看马师傅跟他们熟不熟？看样子挺熟。师傅，那咱们马师傅他现在在不在厂里？哎呀，不巧，前些日子马师傅家里有事儿，回沟里了。有没有马手艺的详细地址？这个，红炉师傅介绍说呀，这个马手艺呢，他住在甘肃省张县三岔乡。我想，只要咱们下点力气，再做工作再做的仔细一点，是能够查到这个人的。这个线索很重要啊。你马上跑到甘肃张县，想办法找到马守义，核实这条线索。是。谁呀？我。啊，来来来来。哎呀，是你呀、啊！在家。不客气，不客气。我上次来找过你。啊，从福建算了，前两天你们过来的。走。来，姐。开个宿舍的啊。哎呀，今天总算把你找到了。啊，好。哎，朱队长，哦，我们想找你了解一点情况。好，谢谢啊。听说有人啊，向你们一个退伍战士啊要个子弹，这咋回事儿？哦，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那个军需股那个股长，郝文明反映这个情况。我呢，在咱们四合子其实那个会上呢，已经做了反应。但具体的，你们来找一下那个郝股长。这情况呢，是我们一个退役战士刘金社反映。反映说是大概今年的五月份左右，这个原来在监狱服过刑的一个北京犯人，去过他家呢，找过他。找他呢是去管他呢要子弹，说是要子弹呢拿着会在北京去打野猪用，刘建设呢就没给他。那刘建设以前在哪个中队服役？刘建设以前在我们武警八中队，这个新安监狱负责勤务工作。刘建设现在在哪里？刘建设现在在石河子家电城做这个家电生意，听说买卖做得还不错，而且自己还买了车。小伙子，你老板刘建设在吗？我们老板不在。
到哪去了？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昨天。这不太清楚。主要是谁找我？哦，您刘建设啊？是的，我们是公安局的啊，找你了解点情况。哎，发事。我现在忙得很，马上还要出去，那边还有货要送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啊，这样吧，那你们快点查，有事快点查。你不是要出去吗？啊，这里不太方便，到你车上去，怎么样？行吧。哎，你把那个货赶快包好，马上还要用啊。这犯人叫什么名字？叫白宝山。他们一块来的两个人，另一个也是在新安监狱服刑的，是本地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楚了。他们在什么地方找的你？在我家。他以前去过你家吗？没有，他们不认识我家，是维新告诉他们的。维新是谁？维新也是和他们一块服刑的犯人，现在已经放出来了，在商业街上摆摊了。那你说说这个事情的过程。过程就很简单了，他们找我要子弹，我说你要子弹干什么？他说回北京老家，那边野猪特别多，要打野猪。我心想北京哪有野猪了，就没把子弹给他们。那么伟新认不认识后白宝山一块来的那个人？应该认识。铁局，我想找你谈点事。你案子上的事儿，你给周大队讲。我现在有急事，马上要出去。周大队下去办案去了。什么事啊？哎，我有想琢磨一天一夜了。你说，那个北京人会不会比我摸排的条件要高？哎，你是不是发现什么线索了？线索还谈不上。只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像。陆厅长不是讲了吗？摸排条件可以综合掌握嘛。这个其他条件都具备了，身高条件也不是绝对的嘛。你大胆讲。我觉得在西安监狱服过刑的北京犯人白宝山，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像，